以纯白色为基底，搭作美式现代，营造出异国居家底蕴，是设计师许逸竹为屋主量身规划的经典美宅。玄关壁面与沙发背墙借由不同线板造型界定场域，利用皮革沙发及棕色长椅等加饰，为空间装点出美式复古韵味。电视墙作为客厅与餐厅平隔，同时兼具餐厅收纳展示柜，提升使用机能。而左侧白木框窗格维持公领域通透感，米色系统橱柜注入清爽视觉感。而经由廊道进入半开放式书房，大力书柜墙开启阅读乐趣。主卧床头以灰白色调作为铺叙 ，L 型更衣室展演空间视觉。次卧分别以 Tiffany 蓝与木百叶为空间演绎出温柔场域。设计师许逸竹规划干湿分离卫浴设备，赋予屋主饭店式风格的居家气息。